有，王胖这一个厂的话，现在没有多少人在杀养这个土猪了。今年也是王胖养猪的第一年，饲料猪其实拍不拍给大家看都无所谓，但是王胖的这个土猪项目的话非常重视。我想跟前年一样，就是把这个就像喂鸡一样，把这个土猪的这个流程呢、慢慢的呈现给大家。这些都是红手藤的，我都已经定下了啊，这个没有花一分钱。以前我们这里家家户户喂猪，所以这个红手藤的话呢就成了宝贝。现在就是喂这样的熟食土猪的人家就是越来越少，所以这个红手藤的话呢就失去了它的一个价值。那今年我们这边的话，再过十多天的话就开始收割这个红薯了啊，到时候王胖会全程收购所有的这个红手藤。然后呢，我还订购了5斤的这个红薯，这些就放到我车上去了，我们把它晒干。红豆几粒？看这里好多红薯藤，这是我的第一站。上次来帮我一起播吧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昨天收的一点点啊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今天收的，也不是特别多。不要小看这些红薯藤，到时候我们把它晒干，制成粉末，然后把它煮熟，拌到这个红薯里面。这个猪的话就最喜欢吃了。我现在到猪场这边来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是二舅妈在帮我喂猪，因为二舅的话呢，常年负责这个鸡场的事情，就没有太多时间来跟进这个项目，所以的话，现在目前的话是由王胖自己本人在亲自主导跟进这个项目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是我们给猪准备的南瓜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南瓜的话很快就吃完了，我们一天的话要给他们吃4个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小猪。最大的应该是这一头啊，你看这个很听话的啊，同样的啊，我很看好你，过年的时候啊，谁在瘦我就把谁宰了吃肉，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啊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给他喂了什么东西，这就是玉米粉、南瓜还有小米粥。现在呢一天是吃3餐管饱，但是我们在那边的话要马上重新建一个新的灶，因为他们现在吃的量越来越大了。你看他们的速度，啊，不错，表现很听话啊，我很看好你，我真的很看好你。再喂一点，明年的这个土猪项目的话呢是这样的，我会分2步走，一步是养这个熟食土猪，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呢是养这个生杀跑猪，到时候两者之间呢我会做下比较，看哪一种的肉更香更纯粹，就是然后呢我再适当的去对某一个部分进行扩大，就一句话，就是到大家手上的时候吃到的时候都是这种纯粹的这种猪肉香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所有家人对王胖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胖，我是80后，只是我的头发可能比这个同龄人白得早了一些。然后呢，我带着家人从深圳回到湖南仁村已经1年多了。说实话，我没有了之前在深圳的那种焦虑，日子啊过得很踏实。这是我们晒的新鲜的白辣椒，我老婆在家里面每天都在干这个事情。干辣椒。对呀、啊。这个营养区啊，这个种子的话已经撒上去有10多天了，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对这个场地啊进行修整。
新的小鸡的话也已经进来10多天，那我们是不要把它放到我们的第一个营养区那边去，啊，我们不要去过度的使用这种资源，整个的绿色的植被是保障品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。这些水啊，是真正的山泉水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你看，我的养殖模式是这样的：鸡的话是第45天之后啊，就不能再喂饲料，由这个玉米粉啊转化至全颗玉米。我们这个场地的鸡是满6个月。然后这边有1000只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白天呢、啊，在这个鸡舍里面的鸡啊非常少，早餐喂完之后呢，这些鸡就会全部都散出去，啊，它到傍晚时分呢，这些鸡它才回来。这些小鸡现在是2个月，那只大鸡的话是我们那边白色屋子的。第三营养区里面的，他们的斗争呢很厉害，抢食很厉害，所以我们暂时把它给围起来了。抓不到。这个鸡场的鸡啊，已经6个月，那我们很快也会迎来新一季的这个休整。这是未来的健康生态养殖模式。我们有非常绝佳的场地，但是我们的设施啊非常落后。那接下来的1年呢，我会对整个的营养区啊就是做进一步的改善。但是这是未来健康的生态养殖模式。就选这家可以啦。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胖，今天就是深圳来的老板，我还不知道您贵姓。我姓龚。对，龚总啊，真的是不远千里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地方，我都不知道啊，就是一个突然袭击。所以他来了之后呢，就是我带他到我们这个第五养区这边来，就是来指导一下这个工作。毕竟来了嘛，因为。这个区的话，就是跟王胖住的家里面最近，所以我就带他到这边来看一看，然后抓紧这鸡回去啊。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组织鸡品尝一下，那个健康鸡，来来，欢迎来，欢迎，好。那阴地方去了。因为现在是中午时分嘛，所以它这个鸡它散得很开，你看那个下面的那些人到处都是鸡，抓了3只啊，我们抓3只回去。6个月的鸡就是请龚总啊，品尝一下。
上来。走。煲汤，一般一直煲汤，一直直接炒，一直直接炒。然后等你老公过来，对不对？你看着我们炒，你看着我们就这样子打开，就是反正我不放盐，只放盐。就你，我们先我先炸，炸好之后你老公过来，到时候看着我们炒。同样的方式，对不对？行啊。好。行，挺好的。好，那我就开播了啊。好。这个鸡屁股不要了。就是这样子吃就好了。你看这个，就放点水就好了。是。都是七个月以上的话，就加十二分钟，大火上加十二分钟。所以我们上完气就掌握小火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这边就炒鸡。这里加水了。放好的肉，那再加。这样要炒的木头它，要木头它吗？对。就基本上干掉水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把这个火关掉之后，这个水就很小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，就把那辣椒下去煮熟，就可以吃。好，继续大火，把辣椒放在压在最下面，这个有点烫，这个勺子有点烫。这个是鸡汤。可以吗？不错不错，真的很好喝，很甜，而且它汤的这个油特别少。对，公主你也喝一下，喝一口。我来尝。哎，您坐，行行行，没事。看看，这个汤真好喝。很甜。很鲜甜啊。可以吗？是的。而且它主要是油少。金黄的嘞，是的。我平时都是用砂锅，用砂锅的，它味道会变好。为什么要拱手全神注视着做这个东西？不用心点，心不用，慢小一点也可以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看它，不要放任何东西的方法来制作。它这个砂锅一看就有胃口啊，胃口大开。对，砂锅比我们砂锅其实更好吃。对，砂锅可能更。因为它这个记的时间，它只有六个月，还没到时间。它这个就是其实还没到卖的时候，七个半月之后的味道是更极致，真的满意哈，很好。那我们吃饭了，这个老板的这个鸡很好吃，我们决定多买一些回去，但是呢，他很犹豫，因为他没货，我一直在家吃好，我那边还有一只鸡，到送给你。就不管是任何人到我们这边来，王胖指定会送鸡，这个不是不用担心，而且吃的对，因为最好的这个不能说用最好的招待，就体现王胖的这个热情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感谢王总的热情。对，您先品尝。本来想多带一点的，你看这么缺货。我想带个20只，我那里有，你发现机给你，你可能没看到，我看到的话我就，对，我就带个20只。谢谢龚总啊。好嘞，好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谢谢王总的美食啊。没有。那我回到那边，我到时候我就收完价回去，我到时候我们再给你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慢走啊。好了，他们就回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胖。我们这边已经封路了啊，现在家家户户啊，你看我们这边路上面一个人都没有。那个河滩上面刚才有一个黑影窜下去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想过去看一下。快点来，老总，我给他摸尿。你咋过在这？不然他把锅弄起的。我到流浪过来。不要了，姑娘还是这个。你要杭州过来别过来，天气
阿哥，等死去嘞！我哪里到洗澡啊？我在洗澡做嘞。来，一二，哦，哎，看见吗？来，老姐姐不让看。我个人配个第二个大的，晓得不？我肯定。我那边没得挂挂嘞。哦，我毛骨悚然神。啊，你不要怕啊！好，我等会来背个他嘞。你看脏兮兮的，走，那你去那坐。啊，好大一股味道的，给你洗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好不好？这肯定是一个以前肯定很爱买的这个，也不说，也不叫话，也不叫。这毛太长了。啊。给你剪了一点毛，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哦，这种狗啊，肯定是多半是这种流浪狗。真的，不捡回来的话，我觉得。这家的宠物狗呢？对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泰迪还是什么？泰迪不是黑的吧？但这个眼睛怎么这么黑？这个眼睛呢？他的眼睛好黑啊！我给你洗干净啊！你跟我在这里啊，把你洗得干干净净。有点说瑟瑟发抖啊！不要怕，儿子，儿子，你快来，我捡了一条狗狗。对，看见没？好多毛，很脏啊！现在，等一下，我老婆给它洗得干干净净了。哇，这么多东西，脏东西在这个身上。对。它叫什么？我还没取名字，你来取个名字的时候啊。哦。嗯，让老婆先洗干净了啊。OK。要给它洗两次、三次才可以。啊，这胡须这么多，那应该是一根十分。得多洗几次，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。看，就像洗头发一样。再给它把这个毛给它剪掉一点。这个用风用那个吹风给它吹干，哇，这边水都黑了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以后知道吧？啊，不要动。来，给大家来，这是我们家新成员，大家好，我们灰太狼，好像吃醋了耶，好像吃醋了，对，不要吃醋啊，嗯，以后就是你的伙伴，你的小伙伴，他们打架怎么办呀？不会的，现在我们。就给他这样子收一下啊，收下之后呢，把他这些，多的这些不好的毛啊，我们给他剪掉。你看他现在有点打抖啊，他这是我们以后给他们取个好名字啊，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来摸一下来，以后就是我们家的成员了啊，要爱护小动物啊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那我呢，接下来完成没有完成的工作，